佩奇积木拼图，看一看，这是小猪佩奇一家在野餐。野餐布上放着很多的美食，有水果，有鸡蛋，有沙拉，有饮料。那让我们来一起拼一拼吧。西瓜、果汁、蔬菜沙拉、果盘，还有鸡蛋。猪爸爸，猪爸爸在喝着果汁，吃着东西。那猪妈妈佩奇、乔治在哪里呢？猪妈妈、佩奇、乔治、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拼图拼好了。佩奇一家四口呢，在吃着三明治，喝着饮料。餐布上呢，还有其他很多的美食。可以看出